看不完，主要是看到物资有时候想舔，知道吗？这个手痒痒，想舔这个。妹子，你们苟住啊，妹子，一定要苟住这把，一定要苟住。好。OK。暂时我这没办法了。你们上飞船，你们跳顶上吧，要不等下你们跳顶上吧，掉那个狗住。那我们两个打好吧。对，我们两个杀完了，你们再舔包。说的好像可以，杀得完，感觉应该。就你们脱离飞到那个大炮的那个顶上，脱离去顶上吧，你们。最上面吗？对对对，没人打得到，脱离你们飞去那边大炮的那个顶上，那个鸡屁股，就那个鸡屁股上面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爽品爽品，过得去，我都飘了，飘过来了。妈，上面怎么都没枪？我也没枪。打了两个宝宝，你要补吗？我舔个包。你先。打针吧。我们这瀑布上面还有人。你们苟住先就好了，苟住啊。可以的，我们宝宝乱杀可以的。好。杀完带你们去摇车站啊。好。我们四个人搞得肥肥的，一起。不给你们添乱。你们那瀑布有人吗？给我们抱抱点。不多，九十吧。我们瀑布下面有人，最少有一个。我只听到一个脚步。到底几个？你不是在上面看一清二楚吗？娜娜。您说，下面有几个？我这里，我看看，我这上面只有一个好像。好，他在哪边？抱抱点，我就把他打了。不是只有一个。我坐飞船上。他就一个人，吴建兰，一个人，女人，一个人吗？女人的话能不能信啊？我不知道呀，他的能信啊，一下有一下没有的。问你妈，飞上去四个人趴在那里，笑。我下来了，我跳下来，没有人。你怎么这么敢的吧？我回去了。没人，没有人，他把东西捡了。啊。不知道跳哪儿了。你们看，小心那两个边边，小心两个边边。真没打到我们，没有的。音乐台的呢？没看到人。没有，他走了。他把这收也没有。他把这个空投盒子打了之后就走了。我要坐这个大炮过去了。我也要发射过去。我先走，该我了。哎，发射键呢？你要等一会儿，我刚做了，你要等一下。不会都走了吧，宝哥？才会有。可能溜了，可能收一点东西溜了。嗯。一看打不过，赶紧跑。不对，有自知之明。哎，我被射了。你被射了？我被射了，我操！反正这个地方老是会这个射出来。哦，那个喷水那个给喷了，水柱。每次过来捡个东西会喷水，这里。好，那些人这么怂啊，这一波呀。喷吧，